需求要靠不同方案多管齐下解决咧，多谢各位。
見到政府佢自己方面嘅規劃都寫咗俾我哋話，只要個宗地係符合到而家呢個山泥質，佢應該要優先發展。相反，太陽能項目，咁我完全冇俾過任何一個方案俾我方話，佢係比宗地更好，或者係值得同宗地嘅好處相提並論，值得一齊發展。咁嘅方案今日叫地主同咗咧？對方同我啱啱其實問到已經講清楚話，其實我方認為所有嘅方案都係同等嘅，應該都會成日同步發展，先至可以配合到所有嘢。但有方案你到而家都冇講過，有方案佢嘅利處同宗地相等嘅喎，相反你見到宗地佢可以保護到而家環境，而且佢風量咁大，點解應該優先發展咧？因為宗地就係政府規劃之中嘅其中一部分啊嘛，咁其實佢要配合埋其他嘅方案先至可以做成，先可以。咁方案可唔可以對其他方案俾我方見到啊？嗱，例如話填海啦，嗰啲官地啦，仲有嗰啲閒置官地咁樣嘅，都係可以配合你嘅宗地發展。大家見到填海佢而家係極極度危害到香港嘅海外嘅呢個生態環境喎。咁有方案今日所講嘅方案有啲咩利處同？未來房屋需求要100万個，中地最後都係俾唔到咁多嘅房屋需求啦。咁最尾都係要發展其他，例如填海等呢個方案。咁點解要拖到？咁今日有方同學，你嗰個填海嘅方案係邊度係可以供可以誒俾多幾多單位，我哋可以解決到香港嘅房屋問題？如果有方學根本都論證唔到嘅時候，點解唔係中地呢啲房產咪唔使諗算咧？方要話。主席，评判住个位打好，小妹咧有方好双重标准。
球場啲運動員要去邊度練習，而嗰啲組員應該要搬去呢度。就算一啲問題解決咗，有乜有冇講到話到底有俾幾多個單位咧？有乜一時就話有好多個單位，所以咧我哋就應該做咗呢啲方案先。但係佢哋又冇論證過，咁到底正有幫係一半太清楚啦。之後我咧又為咗呢個填海啦，但係問題在於咧填海就話呢個填嘅環境大家都知道，咁到底呢一啲訪問係咪就可以凌駕啲損害自然環境啲不可逆轉嘅廢處咧？發展中地能提供150,000房屋，但不優先同樣能夠提供150,000房屋，咁優先的用意又何在呢？在各位打好，用三條問題總之相當分歧。一，何為優先發展？就好可惜，有方兩個位置一句都沒有交代過，他的方案底下想如何優先發展？中港方主面講得很清楚，正面清源優先發展指的他將中地凌駕於其他土地供應的選項之上，必須與其他方案互相排斥，尚有中地存在仍需選擇中地，這個才是優先的定義。所以接下來就審視第二條問題，就是中地比其他方案都有什麼凌駕性呢？咁方案指出，因為發展中地咧，就可以避免破壞到其他生態，所以唔使動用到填海嗰啲污染性較高嘅方案。但方主任問過方同學，單靠中地或者污染程度較低嘅方案，可唔可以滿足到未來100,000嘅房屋需求呢？其實方同學公面還是承曬，佢知道唔可以，知道政府規劃內嘅中地只能夠提供到150,000全屋單位。就算我方假設餘下中地全部能夠發展，土地供應小組預計加埋其他未開發嘅土地，最多只能夠提供到600,000嘅房屋。所以換言之，未來始終會差400,000嘅房屋需求。所以有我哋口中最擔心嘅污染方案，例如填海、郊野公園等等，始終都係要開發動工，要條一齊做。點解你要做嘅唔係水馬研究一同開始，又守株待兔、臨殼掘井呢？所以有方同學講下咧，就一副就同我哋講話，因為資源有限，所以咧就做唔到。原來林鄭月娥都同我哋講話，原來特首都同我哋講話。原來唔同方案可以多管齊下嘅時候，不如請阿方同你論證一下資源點解唔足夠，可以多管齊下呢？所以跟住嚟，如果你假設論證唔到，我哋就首先第三條問題，就是香港未來嘅土地規劃應該何去何從？未來急切而龐大嘅房屋需求，在各位都唔會反對，但要問嘅就係應該如何應對？有可能堅持優先的中地發展上已經存在困難，無論你如何優先，始終都是無可避免。專家預例有可能完全反對不到。講時間成本，土地供應專責小組指出11至14年的發展時間，有可能完全論證不到優先之後可以快多幾多。以四大中地發展區之一的洪水橋為例，由1997年開始規劃動工，講到依家收咗21年，都仲係乜嘢都冇。講金錢成本，單係橫頭山嘅中地為例，土地小組預計政府需要斥資超過95億，去收超過1000個業權嘅中地金錢成本。
本極高，我方從來唔反對發展棕地，但問題就在於棕地地少業權多，收地需時長，金錢成本高，比其他方案並冇任何過人之處。既然係咁，政府要做嘅點解唔係利用其他土地供應方案取長補短，多管齊下，而要分優先之別呢？短期而言，閒置官地空置校舍能夠省去複雜的收地程序，公私營合作方案能優化土地發展。長期而言，東大嶼都會、中部水域人工島能夠提供大量的房屋供應。連同政策有不同定位，點解你要做的既然面對龐大急切需求，你應該不分優先一同上馬共工咩？多謝各位。但想做呢兩樣嘢，係咪一定好似有方咁講優先去發展棕地咧？絕對唔係，
咁啊，辯題上面一方作為正方都冇交代過究竟優先嘅點樣可以去體現啦。咁我就同你講，優先咧就係分次在我方界之道啊。但問題就係你點樣體現呢個優先啊嘛？即係你要優先發展中地，即係係咪俾多資源中地咧？係咪俾誒係等中地發展快啲？咁我一個都從冇交代過，所以面對住我方同你講緊優先嘅前提就要有衝突。有方公義嘅時候同你大大聲同你講冇衝突㗎，定係之後咧就改手話有衝突。咁衝突係咩咧？就係資源有限。佢話咧資源有限，所以淨係可以發展中地。但問題就係、是。政府的資源，我方知道當然有限啦，但係唔係得，但係已經足夠俾政府去發展同你方，而唔係淨係中地啊嘛。所以政府特首林鄭月娥都係咁樣同你講，應該要做嘅就係多管齊下嘅時候，咁可能資源少喺邊度，而且從來冇交代過點解資源有限就等於一定要優先發展中地，甚至咧有方同我咧嗰三個標準嚟講咧，都唔一定可以兩個辯題喎。有咩標準呢？第一個有方同你講基建配套足夠嘅話就可以優先啦。但問題就係、是、有方我啱啱住完小息話，因為現時嘅中地有700公頃咧未發展嘅，冇配套，所以就唔可以發展。但我方所我方明白嘅，就係點解咧？仲可以同你講，現時中地有配套，而甚至我哋正正見到規劃署前署長都同你講，大部分嘅中地咧都冇排污、冇排水嘅配套等等。而有方話未發展冇配套，就唔應該優先發展原則嘅話，中地冇排水、冇排污嘅設備，咁樣都有配套咩？我方絕對唔知道。而第二個有方話嘅標準咧，就話一個大供應，但我方就唔明白啦。現時我哋見到閒置官地咧。發展世界可以發展到16個太古城出嚟，就係發展1/3啫，都可以提供到90,000個單位嘅時候，咁我同你中地比較，你中地嘅大發展大咗喺邊度咧？我方亦都唔知道，而甚至成效上面，咁我優先發展到中地之後，你個發展係會多咗定少咗？咁我都從冇解釋過嘅時候，所以結論好簡單，就係無論優先發展定係唔優先發展都好，都冇分別嘅時候，我真係明白點樣優先。所以第三個方話我哋冇回應過嘅就係環保，有方唔係從冇唔係冇環。回應過，有方從來都知道中地的確係環保咗，但有方都知道嘅就係未來咧，的確中地唔能夠滿足到需求，所以你好數嗰啲唔環保啊、填海啊、郊野公園等等嘅地方咧都要行嘅時候，咁遲啲行定係今日行好咧？當然就係今日行啦。咁我今日係咪要等我哋發現原來未來嘅土地真係不足嘅時候先開始填海，咁樣咪會拖慢咗成個嘅土地供應？咁我哋咁樣又對唔住香港人呢？所以今日有方我既然反對唔到呢啲嘢，所以我方實在明白中地究竟有咩獨特性，要優先。面對住我方一副講緊可能本身發現中地嘅困難，例如金錢成本、例如時間成本高昂等等，咁可能政府一個都反對唔到。所以四大嘅建築學會都同我哋講，政府如果需要增加土地供應，必然就透過多管齊下嘅時候，咁我林鄭月娥四大建築學會都咁樣同我哋講，點解發展點解多管齊下反而唔得咧？咁我哋就係見到唔同嘅政策，從都唔同嘅定位。如果好似有方同講，淨靠中地就可以滿足曬嘅話，點解仲有土地大量？點解林鄭特首會同你講要多管齊下咧？多謝各位。要優先發展，點樣優先發展？
嘅唔優先都係你嚟住到底喺邊度？你而家你將所有土地全所有嘅政策一齊進行，我忽然問你，到底今日政府係咪有咁多人力物力資源？唔係有咁多人力資源，但已經足夠政府去做埋政策啦。你眼中係咪資源咧，淨係夠發展中地咧？但問題係在於，其實由翻呢一開始嘅話咧，啊唔緊要啦，一定有足夠資源做多。而家就話唔係啊，唔一定有噶。所以我方先至話要用咗三大嘅原則去衡量到底邊一個應該優先，邊個成唔成嘅。首先三大原則有冇中地過唔過啦？而資源問多一次，係咪淨係夠發展中地？點解過唔過佢咧？不如有方講下點解你哋嘅方案係符合於三大原則。我有方知道啊，資源咧有方唔敢答，因為有方知道資源咧。雖然有限，但都足夠政府做埋政策啊，所以都好齊啊，可能冇反對過。所以你個俾嗰幾個標準就同你睇，第一個講配套，前規劃署署長同你講，中地大部分都冇排污排水設施，邊度有配套？其實而家唔係話咧，就當你係真係有足夠資源都好啦。但問題在於我哋啲資源咧，唔係可以亂咁用噶嘛。首先一定要用一啲優次嘅原則去分清楚咩方程。好，所以咧有方第一個標準唔敢答，佢已經講唔好啦。第二再睇供應多，而家見到閒置官地咧有16個太古城咁大，淨係發展三分之一，點有9萬個單位嘅手，邊個供應大啲咧？再問多入方一次，有方嘅方案點樣符合到我方嘅三個標準？唔明點解我方符合到，有方從冇解釋過啊嘛。我哋都好齊啊，點樣符合到我方唔知道？問多一次啊，原來發展三分之一嘅閒置官地咧已經有9萬個單位手咁樣大。因為有可能就錯數嘅，講萬幾咧佢回應唔到啦，咁溝通設備咧乜都冇，咁樣就俾市民做。環境咧，唔係我方回應到，你係答咗好多次未來點都會用到，係你唔聽啫。你而家就係問你，你中意成咗15萬房屋，你話要多供應啊嘛。我方就同你講，全部方案都管成額滿啦，何止供應咁多？咁我開始退啦，佢哋覺得咧環境咧，以後咧可以唔使再理啦，因為房屋供應需求好大，所以咧就可以犧牲環境。佢哋已經係環境生態呢一方面咧已經講唔過去啦。再問多次有方同學，今日到底你哋嘅方案點樣符合我哋嘅三大標準？所以方同學擔心環境問題，你自己主辯。我哋講100萬需求，但你中地淨係符合到30幾萬，剩低嗰啲係咪都要行嗰啲你口中講嘅符合環境需求嘅方案？咁問題在於我方知道房屋問題好急切，所以而家先可以分優次做咗一啲對環境冇咁大影響啦，而且單位多同埋有基建嘅咯，所以先要符合啲三大原則嘛。咁再問有方啦，到底填海可唔可以符合暢到呢個交通基建？所以根據方同學邏輯咧，優先發展個中地，等於填海污染少咗係定係？填海咪不如擴長咗冇交通基建設備。所以方同學都知道，其實最後其他方案都要行嘅時候，根本你口中個污染問題點都會出現。到底你優先同優先分別喺邊度？有方咧好好笑，一開始咧就話咩我哋唔應該分優先啦。去到而家咧就我哋已經做咗一紮方案先，所以先至要做中地。咁呢個咪就已經係優先咯。再問多有方一次啦，填海咪不如擴長咗冇呢個基建交通設備？不如問翻有方同學點樣慳啲發展地？咁其實有方咧同政府咧呢基建交通設備有嘅，有方政府都話咧，只要方案有幾好有幾好，但有冇從來冇諗過香港嘅情況。咁可能好成㗎，有方唔答，因為佢唔知紅海喺邊，咁紅海喺邊度咧？佢就喺呢個上水嘅禁區個邊境入面啦。咁我啲塊中地交通配套排污設施都冇，其實我明白點解方同學講全部中地都有排污設施啊。不如問翻你啊，方同學，你知唔知收一塊中地嘅時間成本有幾高啊？洪水橋入面嘅市民都講過話咧，只要政府肯安置佢哋之後再收地咧，就已經完全冇問題。點解有方仲要覺得收地係一個難題？洪水橋發展區，洪水橋發展區發展到幾多？之前都有先到建設咗，先發展中地前後跟埋收樓起樓，就到最後係居民可以入住都只10年都唔使嘅時候，點解好似咁方案講得咁長咧？10年都唔使係咪啊？洪水橋即係我可能。佢發展咗21年，即係仲大過我嘅時候。咁我唔明點解咧，同我講10年就可以起樓，點解洪水橋發展咗21年，樓都冇間嘅時候，點解你同我講10年就可以入到嘅？我方話你而家有情況，方便將啲發言時間。在各位冷好，其實咧，有方同學今日不斷同我講話呢符合佢三個標準，嗰三個標準咧，我方唔係冇回應我，係有方同學從來冇聽。再講，多謝各位。Thank you.
制走，但正因為咁樣，港府多年嚟先去集思廣益，希望喺眾說紛雲嘅聲音底下，揾出多元化嘅土地方案，盡力為香港嘅土地困局找尋無限可能。你今日方同學將要漠視香港嘅出路，即係建基於對辯題字眼嘅幾個不清不楚。第一優先，方同學咧主辯都知道㗎，同我哋講未來100萬需求，但係自己個宗地咧供唔到幾多咧？23萬人。所以你都知道，其實根本就唔能夠應付未來100萬需求嘅時候，其他你頭先講緊幾大塊住嘅方案咧，都其實到最後都要做。所以問個方同學啦，優先咗環境問題會唔會出現？會。優先環境問題會唔會出現咧？都會。所以方同學根本無論政過優先額外利處喺邊度，公辯嘅時候咧，更加自己講一個方案係啊，唔能夠解決到任何問題。所以方講緊咪就要多管齊下，到底係優先意義何在？所以啦，點解要分先後咧？而且方同學都從來都冇交代過，都係同時起步，有啲乜嘢嘅實質弊處，所以方同學咧一個標準都交代唔到。但係咧自己講緊咧話要優先咧三個標準，我方回應過啦。優先額外利處係自己方同學論證唔到。土地政策從來都唔應該放喺對立面，由方主辯已經開始講，唔同性質嘅方案能夠應付到短中長期嘅房屋需要，更加應該互相補足，協力去滿足龐大嘅房屋需求。但今日方咧講咗全場優先兩隻字，背後代表住嘅係以個別方案為重，任何情況底下都會優先發展中地，結果咧就只會令到施政嘅成效下降，適得其反，甚至同政府長遠藍圖越行越遠。中方同學咧睇唔清楚第二個字眼就係中地，我剛講過啦，根本咧中地冇足夠嘅基建配套，你自己主辯都話啦，剩低個700多公頃都未發展嘅時候，基建配套何在？即係其實有方口中咧辯題之中講緊新界中地有700多公頃咧，已經係唔符合你自己開出嚟個標準，所以方咧我剛已經講過啦，規劃署前署長同我哋講冇足夠嘅道路同埋排污設備，所以方同學自己咧都滿足唔到你口中講嘅標準。我方論證過中地其實根本就冇凌駕性優先發展，本來已經有運輸物流上面嘅用途，咁我冇論證過可以點樣去安置佢哋，即係話咧一句賠償仲攞冇盡過論證責任，係咪一句為咗房屋用途就可以抹殺曬物流業上面嘅需要咧？講過啦，中地業權複雜，華台山過千個業權，有方同學一句都冇回應過，到咗最後有方講咗全場優先只係輸打贏要，見到難咧又可以去發展中地，又係咪叫盡咗你優先嘅論證責任咧？所以第三個方同學睇唔清楚嘅字眼咧，就係港府。我方絕對明白有方講緊咧，政府唔係有無限資源，用緊我哋喺土地政策上面大灑金錢，但連政府自己，我哋特首林鄭月同我哋講咧，應該多管齊下，喺資源無限嘅情況底下，都能夠多管齊下嘅時候，點解方同學又要去妄自菲薄，用資源兩隻字限制香港嘅無限可能，令到滿足到未來100萬嘅房屋需求，淪為一個遙不可及嘅目標咧？所以咧，各位，我記得曾俊華喺競選行政長官嘅時候講過，信一個人不如信每一個人，寄望每一個香港市民都能夠攜手建立共融嘅社會。但其實同樣嘅邏輯放諸喺土地政策上面，亦然。香港面對住土地困局，我哋信一個政策不如信每一個政策，與其再固步自封，依靠個別嘅方案，不如相信多元出路，衝破資源上面嘅盲點，先能夠真正咁實踐每一個人心目中嘅土地藍圖。多謝各位。但係咧，要求我哋優先發展中地咧，就直接滿足100萬嘅供應，
話咧幾個政策一齊做咧，今日可以又發展中地，又可以做其他政策咯。局方咧都從來冇講過話要一個政策去解決曬所有嘅房屋問題，只係唔想政府拋曬啲方案出嚟咧，話做就做，完全冇規劃。如果好似有方案講到咁容易，咁有政府就唔使搞呢個土地大辯論去投探討優次，咩都可以一齊做噶啦。填海咧都係公用一次過做就最好，有爭議咧都唔緊要。為咗滿足需求咧，就咩地都用，破壞生態有條例咧都唔理，可以一直發展。而且翻呢個長中短期嘅措施，所有政策都一齊做咪最好咯。但係而家今日講緊，就算係多管齊下都唔可以亂咁嚟。如果政府一早就知道可以一紮方案一齊發展就滿足到需求嘅話，就唔使討論咁耐，直接發展曬所有方案，咪符合到有科所講嘅標準咯。反觀如果我哋用中地發展又會唔會咧？中地提供嘅單位咧可以滿足到大部分嘅方案嘅需求，日後咧可能唔使再聽到香港仲有幾多萬人住緊板間房，生活環境好差。今日咧我方所講嘅交通配套咧係有780公頃咧係有基本嘅交通配套，540咧係有更好嘅。咁翻市民入住咗之後咧，起碼唔需要再為點樣出水費煩惱，水電盤嘅渠道咧都有齊曬，劏房户咧唔需要再被濫收額外嘅水電費用，為租金貴、擠迫嘅生活環境擔憂，可以安心咁放鬆下，舒舒服服咁轉翻喺一個800-900呎嘅公屋單位。而生態方面咧，雖然係講好難好好，起樓咁大嘅工程咧，對自然環境或多或少咧都會有啲影響，但係發展中地咧，起碼可以重新規劃，增加綠化嘅地帶，被影響嘅咧只係啲棄置咗、冇生態價值嘅廢地，而埋一啲古樹、珍貴嘅動物，為求將佢哋嘅破壞程度減到最低。的確，方唔否認每個政策都有不足嘅地方，無論係中地定係有方所講嘅方案。但喺有方嘅立場當中，係咪好多業權阻力就唔應該做？收地挑戰好難跨越咧，有阻力就唔做啦。有方咁樣咧，變相咧只係鼓吹緊政府以後一遇到問題咧就退縮，呢種不求上進嘅態度嘅從唔理答報。其實咧，有方咧都明白發展土地自然會有困難嘅地方，收地嘅挑戰，方唔係話視而不見。但今日有方冇理由話今日要收地，聽日咧就要求我哋收好曬，即刻攞去起樓。而家政府已經部署嘅時候，點解有方唔俾個機會佢哋優先去發展咧？再講下今日咧優先運用土地發展房屋咧，係要平衡其他方面嘅影響。之所以今日我方會堅持用中地，唔係我方要求高，而係因為佢中地喺各個方面嘅得分都係最高，完全切合到分主辯講嘅三個原則。縱觀全場，有方想解決問題嘅迫切，其實我方都明白。可惜前途方向做法都偏離咗政府嘅方針，導致佢哋有今日嘅結論。我方希望用方唔得個講字，話全部政策一齊做咧就一齊做啦，而係真正了解佢哋嘅需要嘛，同埋平衡翻唔同方面嘅發展，揾翻年輕人方向同着想，等佢哋慢慢見到曙光。謝各位。
所以你要論證埋，咁當然歸於點啦，係咪有房屋問題啦？咁所以條議題基本上嗰個論證責任政府係非常之重，而反過來一百條路，咁當然你唔好即係一百條路都行曬啦，你唔撞車啦，你行。咁所以我覺得今日最大嘅問題就係政方由於佢嘅布陣的確全嗰個局限就係佢冇辦法駁裏面咁多條線，咁所以結果就係你哋嘅布陣係應該係估計到要打一樣嘢，就係新界土地本身問題。至於就係點解唔係優先發展其他嘢啦，好遺憾就係唔在裏面真係直接拖優先嗰兩樣嘢，但係我哋講話起咯，優先起。咁但係就呢樣嘢係一個大難題，係咪真係一個冇辦法解釋嘅地方？唔係，但係我有少少建議，例如正方今日點解會俾反方大咗咁耐咧？但係其實你見面係知發生乜嘢事，係啦，可以複述翻就係其實你見面有講過就係話，如果你個立場同大家講話。優先發展就等同所有嘢無分先後先做一齊做，咁你直接發展三日都唔使土地大件，係咪？咁但係個問題就係點解你哋會即係好似唔係好解到呢一樣嘢嘅原因，就係其實反方有鬼計嘅，但係嗰個優先嗰個時間點，佢定咗喺商討同埋諮詢個階段，而你哋實際上講優先發展係講緊喺動工個階段，即係我優先係動工嗰一刻中地。比其他方法，因為有配合有成，所以例如今日哪怕一齊傾填海、一齊傾中地都好喎，聽日已經可以去鋪到蝦起中地，但係填海我仲要傾嗰一陣啊嘛。但係佢哋嗰邊個時間段咧，係講緊傾嗰一下已經係同步發展啦。咩意思喎？咁預期都一齊做，我今日開始傾，但係問題你開始傾同你開始起係有段時間，咁所以其實大家討論緊個優先嗰個位係唔同。但係個問題就係、是，可能因為你俾對方即係出奇。突然咁打一下嘅時候，就變咗就我去好留意到裏面學咗乜鬼嘅，而且真係大成，我覺得係比較可惜。咁關於優先嗰個位置上就大約係咁講。咁另一方面亦都想講嘅，但係關於財政上一個即係好多即係推進啊或者咩，我相信你個立法同我部分即係我都比較長期嘅方面主題。咁純比我長期多陣就係講多個環節啦，係啊。部分環節咧，今次我覺得雙方都係做得好好嘅，因為第一先講正方先，正方做得好嘅地方咧，就係佢有個意識係呢一個唔係一個唔俾人答嘅環節啦，係需要不停咁打斷人哋，所以你係基本上好容許對方去回應。嗱咁，但係我覺得有樣嘢可以嘗試下調條嗰啲，就係你容許得太過分啦，即係人哋已經好咁明顯地係兜緊你個問題咯，壓你時間，因為我冇記錯同個時間應該係世界入邊。即係對面係有權，即係特登壓你時間，即係本身廿秒就應該要答完嘅，我特登講一分鐘都搏你唔完我。咁但係又好怪啦，我覺得係冇嘅。但係有時真係當你 feel 到佢擺明就係喺度講一啲係答緊啲問題，想壓你時間時候，你果斷咁答咗佢，情況係 feel 到嘅。係啊，咁就係咁。咁而反方啦，反方我係欣賞你嘅嗰個嘅部署嘅，係啦，就係所有問題基本上以係同唔係嘅問題。咁你係好容易套到佢立場，咁亦都令到你嘅打算顯得大啦相對嚟。咁但係我要提醒呢一樣嘢就係你答是否題咧，嗰個 cut 嘅位咧應該係答到是或者否咧就 stop 嘅，因為咁樣做我覺得咧就真係有少少唔係咁好，因為人哋答係定唔係咁佢背後有原因㗎嘛，你起碼要解釋到佢個原因先，即係個原因係咪咁，咁你至少得到答案先有價值㗎嘛。如果你得到答案，純粹答咗個係一陣時，其實你得到個答案，除咗令到你可以任意搓完咁，然之後冇任何價值，咁當然我唔知講係咪你嘅最終目的啦。咁如果係，我嘅建議就係、是、喺風度上就真係麻麻地。咁所以就係你要俾人答先。咁你都回應翻就係點樣回應呢條問咧？就係真係嘅。第一就係 set 問題嘅時候，盡量 set 多啲嘅是非題，俾對面冇位答。即係你如果第一句就回答係我話題，然後就喺度開始遊走或者。你同咩講？其實好容易就可以劇本就 detect 咁啦。而第二嘢咧，答嗰一度環節，如果預咗對面一定要問是非題，不妨諗定就係你果斷啲答係定唔係，然後解釋，用你嘅解釋嚟去迴避嗰一個問題，而唔係就咁一嚟就答係定唔係。咁如果有情況，哦，我答係定唔係，咁人哋一答係，跟住就 stop 咗我，咁我咪好唔開心。咁其實你有一個方法嘅，但係咁你其實都明白到，就係咁我同你都同你解釋點解我個立場係咁樣，我點同你討論嘅？咁
咁啊佢繼續吸你啦，咁啊好似得佢就擺到明係唔想俾你講嘢噶啦，咁啊情況都會擴張下。咁其實呢個環節其實調翻轉由一個當嘅嗰個權利嘅時候，其實會衍生好多情感上又或者辯論上好多策略上嘅玩法喺度，我一陣間難上到。例如想佢比較 aggressive 啲嘅，就係不停打不停電。哦，係啦係啦，咁樣咁多啲，其實你可以適時地兩對兩客適時地同翻平盤指出，其實你係唔俾我咁樣嘅呢個環節。咁其實好啦，因此雙方都話喺扶貧環節其實都係已經比一啲其他比賽上我已經扶貧環節做得好多啦，係啦，有問有答咁樣嘅。咁但係就係睇下點樣賽嘅時候，諗住嚟緊逐步啲啦。咁希望嚟緊個聯賽仲有非常之多嘅比賽能夠喺呢個第一場入邊即係試完啦，就再進步。咁一啲即係可能對陣上啊，或者一啲推進上嘅交翻俾兩位再多咗補充啊，好大。每一個位出到。
因為如果你就咁諗啊，我哋又只要有一個政府官員嘗試經過呢件事，咁其實如果係咁嘅話，咁政府其實而家已經發展咗所有唔同嘅地，因為唔同嘅地都有去商討過佢嘅可能性，都有去商討過佢嘅地處民處，呢、這個我哋自己都睇過，所以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優先發展嘅問題。但係因為我係辦事財務管理啦，所以如果政方唔出呢樣嘢嘅話咧，咁我會將呢一個優先呢個資深意見咧，會俾翻個，我會覺得反而搶到呢個優先，儘管我自己覺得佢有啲太差嘅地方。第二個爭議點咧，就係在於咁反方其實都，我覺得佢兵行險絕之餘都係幾穩陣，即係你去到後面就你都講啦，中地咧都其實都有用火嘅地方，即係以前有啲評判都係完全粉絲所謂呢個定義嘅話，咁起碼你都講喺中地唔係咁好啦。咁但係呢個你要小心嘅一個地方就係在於，如果嚇你覺得只要發展啦，只要優先想發展，大家所有嘢都一齊做。但係另一方面又講中地佢有啲好差嘅地方，譬如同學嘅洪水橋，如果廿年間我都冇啦，跟住然之後咧，你收業權啊，有一千幾個事業主要嚟收啦。咁你換言之，即係儘管中地有咁多問題，你都會做。換言之，只要能夠增加火鍋嘅地方，咩都願意做。其實呢個嘅前設會有啲危險，一旦俾對方公布嘅話，就係所有頭先評判講笑啦。咁但係你覺得只要防火鍋嘅能夠對應嘅話，其實你做咩都可以咯。因為中地係一個你工作佢咁差、工作佢咁衰嘅人，而你覺得佢都應該喺度一萬字承受唔到嘅，所以我會覺得呢個地方要小心。呢個只係你可能冇事錯，但其實你背後有個準則係有啲㗎。咁跟住，而且呢個就係應用，即係應該用呢個地方真嘅。咁而喺呢個地方犯規嘅表現，即係針對住佢所指嘅時候，我哋就推個第三層。第三層就係咧，雙方其實有一啲對於呢個論點嘅自己嘅牽涉，譬如正方交通部啦，我講，譬如正方覺得我哋開一塊土地咧，我哋要你對環境嘅保育問題。咁咧，你哋講完要你環境嘅保育問題，跟住新界中地比起呢個嘉麗方面更加好之後咧，辦方回應嘅就係環境問題咧，其實我哋如果你用呢個作為準則嘅話咧，你係冇辦法做到嘅。第二個準則就係滿足供應需求，因為如果你做到第二個準則滿足供應需求嘅話，你始終有一日你係要傷害環境嘅。咁跟住政方就冇再回應我。咁呢個我覺得係一個損益比嘅問題，因為咧每一個嘅發展方案始終佢都係有利有弊嘅。即係咧你今日我可以要一個只係環境相對影響細啲做先，跟住然之後我哋再逐個逐個逐個咁樣去做。以前唔使我哋一次過香港一陣間個海又填曬冇啦，街工又慘嘅，即係唔使一次去咁樣做。呢個係一個損益比嘅比較，即係所以對方即係政方唔使話好驚咁啊，咁點算啊？我係佢哋話將來環境都會破壞㗎啦，即係而家破壞都冇所謂㗎，你睇一次過都 OK 嘅咁樣。呢個其實你哋自己要明啦。咁第二個政方開出嚟嘅就係話咧，你就交通過啦，咁就係話時間嘅。咁咧，反正方就話咧，有賠償就 OK 嘅，就有賠償佢就俾佢。咁反方就話唔係，即係唔係嘅，其實好難咯，少啲都唔抵㗎，你哋咁啦。咁跟住，但係你又冇講個賠償係如何到移動嗰啲小住，或者如何可以令到嗰啲物流業係願意搬嚟喺度，所以我會認為政方係解答唔到呢一個即係個時間上嘅問題。而至於成本都係好類似啦，咁多政方講話嗰啲成本問題，咁而家反方就話啊唔係，其實成個過程咧，我哋要好多錢嘅，我哋要再收集嘅，跟住然之後呢啲嘢，咁其實你哋都冇做。所以我會覺得唔單止係今日反方開咗嗰間份嘅有事，第二個問題就係當反方想嘗試回應你自己答出嚟中地好嘅理由嘅時候，其實你哋都相對冇明確，所以我覺得呢個冇做深一層嘅工作。咁第二部分就係到底你自己嘅論點能唔能夠用你開出嚟嘅準則有一個係配合嘅。咁政府開出嚟嘅準則就係話解決房問題，咁解決房問題好精準嘅俾個數字，我話即係100萬單位。跟住第二個數字同我講話3:1嘅中地可以俾到850,000單位，然之後用曬所有中地啦，我係得最多300,000單位。咁所以其實你一開頭你呢個咧，你仲要講到成個房問題好慘好慘咁樣，我哋都去解決。咁所以你呢個首先你自己論證嘅數字係不能夠對應嘅需求啦。咁但係唔緊要㗎，我覺得唔使一個方案解決所有問題。咁你所以第二步你就講啦，其實我哋需要一啲快嘅方法啦。咁但係我又聽唔到實質上中地有幾快，因為一方面對方係講收地，對方係講話21年嘅洪水橋，你有冇俾到一個真係具體嘅一個中地幾快人上到樓咁？我淨係知中地附近可能會有巴士站嗰地點，咁又如何咧？咁最到你嘅巴士站地點，對方都有講到，只係你自己提到嗰500幾公頃嘅樓，咁你有成1/4超過1半嘅中地都冇呢個優
覺得喺價值嗰度嘅政府未有去太刻苦配合我哋優先發展新界中地發展嗰邊。咁而我覺得反方都有少少強提到兩價值嘅，就係你相信信一堆政策好過信一個政策咁樣。咁所以基於政府冇，反方有，咁就即使只係少少，我都會將呢個價值我都會同反方。咁而最後俾多少少建議啦，咁我都聽人同意頭先第一位評判所講，今日大家嘅質素係一個唔錯嘅質素啦。咁純粹少少嘅關入。第一就係其實我哋質詢嘅時候咧，你會發現咧係避卻咗一啲冇質詢嘅錯製嘅時候嘅問題，包括係一個定性例子啦，包括係一個準則上面有大家嘅差距。咁所以其實個質詢環節係俾你處理咗一啲嘅，你聽落對方嘅定義唔多對路喎，你聽落對方嘅準則唔多對路，你出嚟質詢。因為辯論比賽其實我哋從來壓都係一個度嘅問題啦，即係譬如話我哋要去到某個位，我哋應該做到某個位應該做。咁所以今日正方而言就係佢覺得咧，只要可以因為我哋可以有啲，因為我哋有生態嘅保護，因為我哋嘅起嘅量多，所以我哋應該起。咁應該喺質詢嘅時候咧，我會預先蝦定咗至三條線。咁蝦定咗之後咧，你再去出嚟發問。咁然之後喺呢個就係蝦定大家嘅論點啦，之後會再加深。咁而同樣正方其實你都可以問就係今日反方係咪覺得咧所有嘢可以做？咁所有嘢都可以做，咁係咪就覺得因為佢哋所有嘢都可以提供房舍供應，所以所有嘢可以做？咁跟住然之後你再去。他們背後到底他們的前置是說只要能夠馬上說其實你什麼都可以做的一點跟你們其實有考量有基本考量有環境考量有不同考量的一個差別因為質詢相比起是你那個問題問到對方啞口無言其實是情比評判是對方有什麼能力或者我方在哪裡做的更好才是你那個第二點就是其實如果你雙方有些共識